好，各位朋友，现在人在捷运建潭站哈，那现在是7:25哈，没错，我现在才正要出门，应该讲说我现在才刚出门没多久，然后要往市中心哈，就是金站那边跑这样。那为什么今天比较晚呢？因为今天下午哈下暴雷雨哦这样。啊，我家住士林，比较靠山边哈，比较靠山边，结果就淹大水哦，靠近双溪那边呐，淹水。哦，要淹水这样，那我就先等水退哦，然后等雨真的是停了，然后我就觉得说，好像安全的，哦，可以出来跑一跑这样子哈。反正我是打算不出来的啦，但是我又觉得说啊，既然水都退了，雨都停了，那不然就出来跑一下好啦，加减跑啦，哦，这样子，哦，加减这个玩一下哈，顺其自然，佛系跑一下，大概是这样。哦，那其实今天晚上我预计大概也是跑到10:11吧，哦，预计啦，反正看状况，没有单当然就是赶快回家咯，哦，这样好，那我要先过马路啦。好，各位朋友，我现在大龙街这边，大龙街夜市哦，就接到我的第一单开市单哦，那是加单这样子，啊，现在去取餐了，在景，我看一下啊。民权西路，在民权西路上面哦，这样，所以我要从这边骑去民权西路啦。各位朋友，我现在在这个是承德路上面哦，那现在是10:22啊，我今天想跑到10:30就好了哦，不要跑太远这样，不要跑太久这样，那我想这个往这个宁夏夜市哦，再去等。等一等，看看有没有单这样。那没有单的话，我就回家啦。这样。好的，各位朋友，我现在人在天祥路哦。那现在是10:44。那我刚在宁夏夜市接到一单哦，非常非常非常的近哦，2分钟就到了哦。然后送到之后，马上哦，又无缝一张这个民权东路麦当劳。哇，在麦当劳这边等了快要10分钟，我想说反正我就是最后一单了，我就把它等一等吧。那送过来的地点也很近哦，也是不到5分钟的距离哈，啊，所以我现在就是已经完成我手中的最后一单哈，这样我自己设定的啦哈。现在是10:45啊，我跑出16趟。哦，时薪也是300块，因为我正确来讲我算7:30接到差不多7:30接到第一单嘛，7:308:308:309:309:3010:30哦，就是现在，所以是3个小时哦，也可以啦。那我昨天的经验是跑太晚就不太会有单，所以我今天也不想撑太久哦，因为今天虽然有无缝哦，虽然有无缝，但是有些单蛮烂的，所以我一直去哦。今天光是接要我跑3重了，我就接到3张单哦。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全联有2张大单，哇，东西十几样啊，呵呵，看了就晕倒了哦，我要直接拒掉这样子哦。所以那说老实话，今天跑这样我也觉得 OK 啦，我也觉得 OK 啦，这样子啊。希望明天哈，哦，不要假设下雨的话哈，哦，不要也下那么久，哦，呵呵，明天礼拜六我也想出来跑跑看这样子，但是当然前提是不要下大雨哈，哦。好了，那就明天再说啊，明天再看看。各位朋友，这边有一块车牌掉在地上，在这个东吴大学公车站旁边，我会把它捡到那边去好了。嘿嘿嘿，好笑啊，不要塞车牌。好了，把它放在这边。好笑，不知道是谁掉在这边的。